现在大家在看直播的各位，如果你们已经加入了，现在我在南印度的一个城市叫做马都赖，那我们是来这个地方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印度庙，那但是我们已经离开了，现在给大家看的呢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因为停巴士的地方离庙的地方有一点远，距离有一点远，所以我们来这边搭这个嘟嘟车，好，印度的嘟嘟车体验。那因为它这个地方城市呢，虽然已经蛮有年代了，但是晚上很热闹，所以搭的嘟嘟车呢，不但可以节省我们的脚程，然后不用走大概两三公里远的路，一方面呢也是另外一种体验。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印度的街上是非常热闹的。然后这边呢是我的嘟嘟车司机，在司机跟我一起坐的呢是这个我们的导游啊，印度当地的导游。那南印度的人当然相对的肤色就黑一点。那这个美纳西的庙呢非常的雄伟，晚一点呢或者是明天啊，可能在现实动态我会把这个美纳西庙的这个照片发上去啊。它是一个湿婆神跟他老婆的相关的一个神庙，那美纳西呢是他湿婆神的老婆帕瓦蒂的化身的名字哦，那象征的意义呢是有着像鱼一样眼睛的美女的女神哦，鱼眼女神。但这个鱼眼不是像那个鱼眼相机的那个鱼眼啦哦，是他说有像鱼一样的眼睛，意思是那种大眼美女的意思哦。那这边人车非常的多哦，人车非常的多哦。那坐嘟嘟车其实东南亚跟东南亚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就很刺激啊，因为这个在车阵当中你就觉得他们一直按喇叭。然后车很多，但他们不太会撞到，啊，乱中有序的一种车阵。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这里是比较刺激啊，会在这个城市当中穿梭。那我们到时候后面再过两天，我们会去到这个南印度克拉拉的这个船屋。那要去船屋之前，因为路有点小，也会搭这个嘟嘟车，但是那里不会这么热闹。这是很有趣的一种体验啊，但是如果你们自己来印度啊，搭嘟嘟车一定要谈好价钱，因为印度人啊只要一看到外国人，那很容易就会跟他通台价格，然后不然就是前面跟你讲这样子的价格，等到你到的时候他又跟你算另外一个价格。那我是因为有导游他们会去跟他谈这个问题，你们如果是自己要来哦，说实在话真的自己要多注意哦。当然我自己是真的没有很建议自己来印度啦啊，最好是跟团啦。当然如果你比较有冒险犯难的精神啊，当然也可以，因为大部分呢你大不了比数字给他看，但是一定要谈清楚啊，一定要谈清楚。啊，这个印度的食物说实在话我这几天真的吃得超满足的。每一家的餐厅，那个不管是烤饼啊，还是羊肉啊，还是香肉鸡肋，那个香料鸡肉，超级好吃，哦，超级好吃，比台湾做的道地100万倍，哦，真的是好吃到爆炸。从早餐、午餐那样一直吃，我真觉得带团来印度能够回去还能胖一圈的，大概除了我也没几个了。你看，啊，他们就是会贴到这么近。哦，车跟车之间就会贴到这么近，啊，这个是他们的餐厅，啊，路上一些小店。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城市呢，晚上其他的店面都是在大概10点左右就会休息，跟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店面都差不多，哦，都是大概10点左右，哦，就会休息。但是除了吃的，哦，吃的这种小吃店啊，就一般来说会开到更晚一些。
那这个地方马都赖呢，基本上呢，它在这个地方是南印度比较偏右下角啊、南方的位置。你们可以如果有兴趣的，可以上网查一下。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待一个晚上，明天呢，我们就会前进这个佩里亚国家公园。那我们会去看那个香料植物园，然后还有去这个去看他们的这个四大古典舞之一的这个卡塔卡利舞。好，所以明天呢也会是一个另外不同的体验，因为前面几天呢都会看那个印度庙，然后在我这趟行程的最后几天会去看石窟。好，那个石窟是非常厉害的。那到时候如果自由活动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我应该也会开个直播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印度的东西大家应该网络上看到的分享还蛮多的，那南印度我就不是很确定，所以南印度的部分我觉得还蛮值得拍给大家看一下的。啊，这边到处都是嘟嘟车。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车阵。那之前在节目上面有稍微跟大家提到过，说因为来南印度我是跟客人共用一间房间，所以也不是很方便在房间里面录影。不过取而代之的是在这边可以发很多的限时动态，然后拍一些直播，那补偿一下大家啦。虽然说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看啊，不过没差，反正就是一种分享嘛，给大家看看南印度到底是长一个什么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可能可以发现，其实印度晚上还蛮热闹的，这些城市。卖饼的啦，卖水果的啦，卖一些奶茶的啦，对了，在这边天天那个拉茶，都是基本饮料，每天都在喝。好了，我的停车场到了。好了。好，我现在要下车了。好，嘟嘟车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啦。我现在要带团员回饭店啦，那我们就下一次直播见啦。那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限时动态，就先这样啦。See you， 拜拜。